管朝天宫国乐团用优美的音乐声向大家宣布，因要正式进行第一届降价巡回演奏会。北港朝天宫这个爱心行动，也是让降价受限人首次机会看到庙母新立的国乐团表演。啊，这摆吼，啊，马祖吼，这慈航演奏吼，会使讲吼，啊，全国吼第一摆啦吼。啊，因为吼，马祖伯吼，精神带慈悲的心吼，啊，相信吼，啊，借这摆活动。在即即摆国港吼，会当到各感觉吼，啊，拢互因感觉到吼，阿妈祖抱着教化的心啦吼。北港朝天宫国乐团即个主行演奏会，内容有中国传统乐器到现代老歌，动员超过50名成员演奏，算是降价活动当中真难得演奏盛况。活动为7月26号到8月3号，陆陆续续举办。那这段期间，我们有五场的建议演奏会。第一场就是在彰化的监狱，第二场是台中监狱，那么第三场是在云林监狱，啊，第四场啊是在台中女子监狱，第五场是在台南监狱。目前为止，我们预定到8月3号，我们有举办这五场的监狱演奏会。朝天宫国乐团民国70年成立，长期的成员拢是社会志工，袂少是老师、校长。虽然中间捌停止5年，不过95年重新运作，国乐团是不断进步。聘请4位老师。我们花了重点会聘请4位老师用心的来指导我们这些国乐团的团员，那么这些团员这段期间里面呢，他们也相当的用心，所以据我所了解，现在的程度跟以前的程度比起来，他们真的进步很多。这个朝天宫国乐团主行演奏会将要用上完美的表演，让降价受限人感受到希望和光明。朝天宫也期待借着爱心演奏带动社会付出温暖。记者李嘉山，长报道。